是一个我第一次听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，因为它非常的有气势，又很凶猛。所以呢，接下来带来表演他的训练生们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有狮子一样的霸气呢？让我们来有请他们。组真的好适合呀、啊！天哪，哦，这衣服好好看，黑金的，跟 Johnny J 老师的衣服可以配对。哇，你们这个衣服都很闪亮耶！是的，确实是看起来有一些贵族气息。OK， 那大家先跟青春制作人们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各位青春制作人 ，We are Purple Lion， Purple Lion， 啊、大家好，我是 LINE 组来自佳慧传媒的预言是炸毛律师。各位青春制作人们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斯巴传媒 SNH48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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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来自 LION 组的安琪，来自匠心娱乐，我是 Lush。 哦哟，安琪。 Hello 大家好，青春制作人们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LION 组的化妆师刘雨欣，来自 AMG 亚洲音乐集团。大家好，我是 LION 组的王晨炫，来自 TPG 文创，我是乃诗。大家好，我是 LION 组的队长双关喜爱，来自匠心娱乐，我是狮子头。喜爱的眉毛太有态度了，太有戏了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LION 组的个人训练生陈爵，我是狮子本师。 Johnny J 老师，有没有感觉在舞台上有七个狮子等待爆发了？是。各位狮子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，各位青春制作人请开始你们的考核。来，好期待啊，我天，我超期待，我巨期待，我一期待的不行了。我